是一个好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要去一个拥有丰富的气和势、人杰地灵、天朗气清、天府之国。哎，有没有些什么能形容那个很多人才、人才济济的地方？对，就是我们上海配音圈的一年一度的年会。那据说今天呢，会有英雄联盟，还有领声的，还有很多很多配音团体，然后都会齐聚一堂。今天我就要拍 vlog 带大家去看一看上海配音圈的大聚会是什么样的。哼哼，这。历尽千辛万苦，今天外面的雨实在太大了，终于到达了我们年会的地点，走啦走啦！看到我们的桌了，这是给我留的位置吗？谢谢。你们为什么都开始吃了 ？Hello。Hello。好，谢谢各位来宾。谢谢各位来宾，祝各位老师今晚吃好喝好。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内场主持人谢天天老师。大家可以开心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决定去现场捕捉一下各位配音大大们，看看能捉到一些什么厉害的角色呢？是，这边应该都是老前辈们，我有点不太认识，就不去打扰了。应该等会会过去拜访。哎，新月、老王，这两位都是我的老伙计，经常配各种什么魔兽世界呀、炉石传说呀，对，就凡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这种体格的，这种体格，对，就跟他自己体格的，就跟他这种体格比较像的，就都是由他来配。哦，撸啊撸的，撸啊撸的塞纳斯。枷锁只为愚钝之人准备，每个德玛西亚人都是自己的国王。哇，好尴尬！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，就说一下自己是谁什么的。无锡大灾变。哇。好厉害，就大龙老师配过超级多的暴雪里面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木霸，还有守望先锋的那个 Winston。好，就是今天想找你做一个挑战，我们俩来合作一段在魔兽世界中的经典台词：兽人永不为奴，我们终将成王，对吧？先生与雷鸣力量。没事，刚才那段卡掉。鲜血与雷鸣，力量与荣耀，力量与荣耀。完美，谢谢。好了吧？哇塞，就前采访前两位，发现都是暴雪爸爸青睐的配音老师，就很厉害。我觉得像我这种小嗓配音演员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配上暴雪爸爸的角色。有生之年吧，我一会儿要去找炉石传说里面的那位老师的声音，看我就有点紧张啊，自闭。刘斌老师，哎，刘斌老师好，我是素素啊，您见过我吗？素素呀，英雄联盟的。素素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们见过好几次了。因为听说您是那个炉石传说里面那个看门的那位配音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引导语。很高兴能再见到你。哎，在火炉旁边随便找个座坐下吧。那老师有什么新年祝福可以送给大家吗？那就祝大家都能抽到音色传说。棒，谢谢老师。可以吧？可以，老师你太棒了！太夸张了吧！老师你太牛逼了，我给你跪下！谢谢老师。哇，我好开心啊！我没想到刘明老师就是能这么配合我，哇，演得好好，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。
这边有一桌，有很多著名的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位就是上海著名的配音演员沈磊老师，然后也是配音导演，然后配过非常多的电视剧，对不对？《花千骨》里的白子画，好想听你用白子画的声音说一句台词啊！处处，你的工龄掉。我的工龄掉了。本来是小骨，你的工龄掉。哦。完了，暴露了，我是一个没有看过《花千骨》的人。Hello， 孙悦老师。吓死我了！为什么你见到我是这样的反应？很早就关注你。哪里来？那你可不可以参与一下我的视频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！我怕我脸太大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有美颜。OK 啊，我口罩都不戴。世界那么大。我想去看。啊？没有呀，我一直都在、啊。谢谢谢谢孙悦老师。来，孙悦哥哥。咱们在这干嘛呢？哇，接下来我要找的人就厉害了，恋语制作人玩过吧？恋语四子知道吧？所以下一位我就去找你们的男神，你们的老公，跟我走吧。大家是不是你们的老公？吴老师好。嗨。这个都不用介绍了，我的男神，就是我想请你配合我完成一个小视频，就是用大家的老公的声音跟大家说一句新年祝福。我的声音没动的。好。好。听不见。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愿欧气陪伴你一生。磊哥，磊哥，哎，你可以用许墨的声线跟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吗？行啊，我贪得无厌，想要祝你生日快乐。不对，再来一次。再来，你可以用许墨的声音跟我说一句新年快乐吗？没问题，我贪得无厌，想要祝你新年快乐。为了联盟。哦，谢谢磊哥。好啦，那最后呢，我就要抓到我们的英雄联盟的导演冯俊豪老师啦。Hello， 冯姐，啊，在拍 vlog。然后冯姐是配音有很多少年了。这暴露年纪了吗？大概40来年了吧。什么？冯姐真的配了很多作品，比如说什么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林月如啊，然后紫萱啊，《秦时明月》里的天明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在近40年的这个配音生涯当中，太多东西了，记不住。对，那其实我也想帮观众们问一下。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小朋友都很想当配音员的嘛，那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吗？建议首先说好普通话，然后就是胆子大，还有就是皮要厚。我知道了，有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两句话，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，皮厚胆子大。进棚录音不磕吧。这是我的原创。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啊。原创。反正只要做好准备啦，那每个人都是可以有机会的，练好普通话是基础哦。不愧是配音演员的年会，嗓门一个赛一个大，就真的我吼不过他们，我还太嫩了。就开个玩笑，就是有的时候配音可能从早到晚就要说话，那这个时候你要保证你的声音一直都是同样一个状态，所以说这个也算是配音演员的一种能力吧。那总之呢，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见到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呢？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相见的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多多支持我们的作品，心想事成，开心健康每一天。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，旺旺旺哦！各位朋友，新年好！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耶！新年快乐！俺老孙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美美的、健健康康的、快乐成长。